Mars. Now in the pool, we have 11:47, girls 13:14, 100 yard backstroke, speed 109.今天是2024年1月28号，星期天。下面进行的是女子100码蝶泳的比赛，伊丽丝为分在第一泳道，左边第一个选手。 现在进行的是2024年东湾诺斯年度的冠军赛，女子100码蝶泳的比赛，伊丽丝银色泳帽，坐在左边的第一个选手，第一组好手。 云集，好，第二集团军好像相差都不错，并驾齐驱，好，准备冲刺了。 下面要进行的是100码女子100码自由泳的比赛，伊丽丝被分在第七泳道，从右边数第四个跳台。银色泳帽的是伊丽丝，这是这次比赛的最后一项，加油，伊丽丝！ 每个选手都非常强劲的，伊丽丝也不甘示弱，加油加油！今天是2024年1月28号，我们在桑尼维尔参加游泳比赛。 现在进行是女子100码自由泳的比赛，准备冲刺了，冲刺！54秒25，漂亮！